来关心大埔乡的消息。大埔乡伫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地方文化特色整合 5G 应用甲落地计划的支持之下，结合 5G 甲 AI 智慧导览科技，透过人工智慧、扩增实景等等科技元素，为游客提供高互动性的智慧旅游体验，引领大埔乡进入全新智慧观光产业的 AI 时代。馆长汪正良表示，大埔乡虽然位置较偏乡，旅游的服务量能比较不足，但是近年来经过县府积极的向中央争取，在数发部数三署的支持之下，导入 5G 的智慧导览解决方案，就算讲在山区也甲水岸，也会当予游客自助体验智慧旅游。即次 5G 智慧观光导览上路，将借由科技力的运用，予大埔乡的秘境美景会当呈现伫经济世人的面前。那我们用360度环境，包括当地很多这个景点的介绍，或者是建筑物或是庙宇古迹的介绍。那这里面的介绍的文字那包括语言有中日还有韩还有这个英文，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古迹的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计划，把大埔的整个的所有的介绍推上所谓的国际化。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推向国际化的过程当中，那未来日本，那或者韩国，或者是所谓使用英语系的国家都可以方便到大埔来玩，进而了解大埔。那大埔实际上这几年来的发展非常的快，那整个所有的商机包括观光，那越来越蓬勃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机会那去大埔看看我们的曾文水库，看看湖光水色，看看大埔的基础建设不断的在进步，吃吃我们大埔在地的水库跟山里面所生产出来的料理，我想都非常有特色。所以进到大埔一定会让你的身心灵得到解放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到大埔去玩。大埔乡长吴炳坤强调，大埔乡拥有很好的自然人文条件，透过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地方文化特色整合 5G 应用甲落地计划，计划将先进的科技融入日常生活甲产业发展，帮助偏乡发展观光产业，透过推动智慧行动导览，有机会创造出台湾另一个世界级的风景点，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。记者会上，大埔乡和平社区的漂流木小提琴乐团演奏绿岛小夜曲，搭配大埔乡360的环境画面，优美的乐音甲震撼的画面，令人感觉到大埔乡的美好。新新闻就来先嘉义县采访报道。你知道学校什么东西换新的吗？对啊，搁有新风换气系统。近近的桌子都会摇，摇摇摇摇摇，一摇一摇。近近的车看修当就会整个漏出来，现在可以放比较多，然后置物空间比较大。你会不会过敏？会。装了新风换气系统之后就好很多，而且也比较不容易打瞌睡。考试100分吗？成绩有提升啊。敢学新的操场，因为新的操场很好跑步，跑步超舒服的那种。硬体是软体的基础，升级校园才能升级孩子们的未来，让嘉义的孩子们尽情学习，大口呼吸，快乐奔跑。嘉义，我的家，教学环境全面佳。